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精彩的每人一小快递啊！这一局小快递呢，我们随机到了一个苏军，对吧？然后旁边呢有一个陈猫猫，离我比较近，我们准备延伸到他家里去啊，因为他是盟军。然后他看到我要延伸呢，直接拿电场挡住我，但是挡住我没有用呀，我苏军的电场造得快，然后兵营跟地堡呢就造得快，对吧？直接出个漏人偷电场，一定要偷电场啊，不要偷兵营，因为过不去，再走过去他的地堡就出来了。我们把他电场一偷呢，他造东西就比较慢，而且没有电场呢，矿场又出不来了，对吧？然后两个地堡打掉兵营，他就什么都造不了了，又得重新补电场。然后我们再出个漏人偷基地，让你收起来，先偷基地让他收起来，再把他油田一抢，这样陈猫猫就守不住了啊！守不住以后呢，他就想把基地拖到我家里来，然后卖掉，对吧？卖掉会卖出一个工程师，等下想偷我基地，哎，我就用工程师挡住你，你打开我就偷你的基地，然后他就用基地车压我的六人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的小六人可以扭屁股，你看扭来扭去，他就是压不到，压不到打不开，很着急。哎，你能奈我何？哎呦！直接压死了，压死了，我们再来一条狗，哎，我来一条狗，然后设个路径带着你逛花园，直接蜘蛛过来吃溜，把它基地车一转，这样它就飞了，对吧？直接没了。这个六人呢没找好位被他压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拿到了一个油田，看看场上的局面啊，场上这个中间的粉色延伸到蓝色家里去了啊，然后那个小黄呢又延伸到那个紫色家里去了，对吧？粉色延伸到紫色啊，然后小黄也延伸到紫色家里去。这个紫色呢面对两个人，对吧？这边还有一个蓝色，你看这个蓝色，这个蓝色对我有威胁啊，所以说要打就打这个蓝色。你看蓝色两个油田，我们也两个油田，但是我两个牛他三个牛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有三个牛两个牛，我们得再补个牛，不然的话呢经济没他好啊。他在门口摆了两个地堡，然后呢我就想先造个头，看看能不能把他重工偷掉啊，偷掉重工延缓一下他的发展速度，直接拐过来偷他的重工，对吧？但是他油田后面藏了个地堡，你看藏在这个后面，这四个地堡，那四个地堡我们就偷不到了。我们这个偷了三个地堡守不住，四个地堡呢可以守得住，对吧？然后现在也不太好进攻啊，他门口堵了两个地堡，看看上面，反正打也打不进去，看看上面什么情况呢？上面的小黄跟这个紫色拼的两败俱伤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小绿出了一个飞行兵在打基地，你看这基地要爆了，紫色基地要爆了，打开，然后他卖掉，卖出个六人，把小黄基地又摸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嘿嘿，这个小黄没想到，对吧？然后那个飞行兵升了一星啊，我担心那个飞行兵会升三星啊，等一下升了三星会来打我，对吧？我们出个防空，先造个防空，万一他来打我有个防空可以守得住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感觉这个黄色粉色紫色基本上都是半个人了，没什么用的，就得小心蓝色。然后我们坦克走到上面来，对吧？因为他那个地方堵了两个地堡，他不敢往我家里冲，他冲的话他要卖地堡，对吧？他过不来。然后我们先把中间的油田抢过来啊，抢过来以后看蓝色怎么说。蓝色他有一个苏军兵营，看到没有？他在造那个大头兵啊，用那个大头兵装到那个防空车里面，然后他卖的地堡，看到没有？卖的地堡要冲过来，赶快回防，哎，赶快回防。结果这个地图啊，你看回来的时候坦克迷路了，坦克迷路了一下，导致我的坦克回来的比较晚，完了被他打死了一个牛，刚才用牛车扛一下啊，被他打死了一个牛，这下有一点亏啊，我的经济不太好。然后那个小丽，小丽，你看粉紫色在假卖基地啊，刚才紫色假卖了一下基地，这个假卖基地呢属于红警的 bug 啊，最好是不要用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绿色升了一个三星飞行兵，赶快再出个防空，刚才防空死掉了，再招一个。那么现在呢，打的地图上还有三个半了，这个粉色算半个人，对吧？上面一个小绿，这边一个蓝色，这一把对我威胁最大的还是这个蓝色。然后他造了这么多雷电车呢，我造个雷达看看有没有自爆卡车，发现不是，对吧？哎呦，我是伊拉克，我可以造辐射兵。然后他过来的，对吧？过来的，赶快躲到后面来。这个坦克组装起来相当厉害啊，大头兵加防空车，但是他比较害怕辐射兵，对吧？哎，我造个辐射兵，他心里肯定会想，你怎么是个伊拉克呢？怎么能造辐射呢？没想到，对吧？我是个伊拉克啊，你不是法国，不是英国，你破不了。然后我这个辐射兵一站在这里，他这个防空就不敢过来啊，因为那个防空特别脆，特别害怕这个辐射兵。先把坦克修理一下，对吧？哎，修理一下，
然后我们有三个牛，那个粉色起不来的，粉色没有油田，他一下两下起不来。然后我们再打这个地堡，打这个地堡了以后呢，就准备把这个辐射兵派过去，辐射兵派过去，然后准备一蹲，对吧？一蹲他的大头兵就一声惨叫，然后再一蹲，哎呦，这边小绿，这个小绿呢还好不是打我，他去打粉色了，趁他去打粉色了，我们赶快冲过来打掉蓝色的基地，蓝色不敢过来，你全部照这个有什么用？我一蹲就把你烫死了，看到没有？他那个东西特别害怕辐射兵。哎，你不是英国你就没有办法，你这个东西就没有用。然后他造飞机，对吧？造飞机炸我的话呢没什么用啊，我这个辐射兵等一下多造几个就行了。再冲过来打他的牛车，他又过来了，又过来，辐射兵走过来，裤子一脱，哎，裤子一脱一蹲，他，哎呦，他怎么是个英国的，他居然能造狙击手，对吧？他是个英国，这下就不好整了呀，我造辐射兵会被他顶死的。然后这个小绿想偷袭，你看到没有？小绿看到我发展的比较好，他想偷袭我，赶快把基地拖过来，哎，拖过来想打我的基地啊，这基地收动一下。然后现在地图上打成一个三国局面啊，像这个三国局面呢，那么我们都是打两家的，对吧？不然的话不好看。然后我们准备先把这个油田抢过来啊。这个小蓝没有基地了，他没有视野，你看飞机跑到我家拿视野，对吧？我们先把这个油田抢过来，抢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就有三个油田了，然后再把他的牛车打掉。现在这个小绿一直对我有想法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三国局面，这个小绿都已经在门口摆好了准备，对吧？他心里想，你去打这个蓝色，他直接就冲到我家里来，那我肯定不能打蓝色呀，我打蓝色他就搞回手刀，所以说我们坦克直接冲到中间来，冲到中间来，他摆了个电线杆，对吧？摆了个电线杆也没有用，我们这坦克是犀牛坦克，哎，直接左右摇摆，他想搞偷袭，你看，你想搞偷袭，我就先打你，然后把他坦克吃光了，吃光了以后他快守不住了，对吧？守不住以后小心这个蓝色过来呀。不能打了，不能打绿色，打绿色蓝色就会冲到我家，然后你看他又造了很多这个雷电车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个狙击手，感觉这个辐射兵没什么用的呀，辐射兵只能躲在家里防守啊。然后那个小绿又出了个高科技，在造幻影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就顶死你。这个雷电车呢，它伤害比较高，但是呢它比较脆弱，只要坦克近身了就可以把它打下车，对吧？然后我发现他的狙击手死掉了，死掉了，赶快派个辐射兵过来，裤子一脱，哎，烫死你。不能等他的狙击手出来啊，等他狙击手出来，等一下我辐射兵又没用了。然后再造几个辐射兵啊，因为那个上面造了幻影，那个幻影呢也比较害怕辐射兵。然后他又造了个狙击手，对吧？我发现他有个盟军兵营，我们就把他盟军兵营打掉。哎，打掉盟军兵营呢，他就造不了狙击手了。他有个苏军兵营没有用，造狙击手要盟军兵营嘛。然后这里来了个三星飞行兵，我们有防空。这边来的幻影，对吧？幻影我们有辐射兵。哎，这个幻影呢，最害怕辐射兵了，辐射兵是他的克星。所以说经常有很多粉丝问我们，你们这些高手啊，打一对一啊，或者打什么，为什么老选伊拉克呢？因为这个伊拉克的辐射兵太厉害了，对吧？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有两个辐射，两个辐射可以阻挡很多很多的幻影啊，一群幻影都不敢过来。然后这边偷了我的油田，对吧？现在他们两个人左右摇摆，遥相呼应。然后他想打我的犀牛坦克，我的犀牛坦克就躲在家里，他想飞机炸辐射，我就放个防空炮。这个时候蓝色造不了狙击手了，但是蓝色还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蓝色家里还有一个狙击手啊，最好是要等他那个狙击手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呢，我的辐射天下无敌的，对吧？他就只能造飞行兵了。造飞行兵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出防空啊，等下多出点防空造辐射就行了。然后你看他出了光明，我们直接装四个辐射走过来，开盖有惊喜，然后裤子一脱，烫死你的幻影。你看这个幻影非常害怕辐射啊。光灵的话呢，光灵其实跟辐射兵啊都是相互克制，辐射也可以克制光灵，光灵也可以克制辐射兵啊，就是要靠操作了。然后我们去打小绿的牛，这个蓝色又冲过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蓝色看到我的辐射兵死掉了，他又冲过来，又冲过来，我们坦克赶快回防，哎，把他狙击手整掉。他刚才那个狙击车也过来了，现在他的狙击手死掉了，这样蓝色就造不了狙击手了。我们就直接全部造辐射，哎，你喜欢出光临欢迎，我全部造辐射兵，然后辐射兵往上面走，往上面走啊，他这个不是狙击手了。哎，是狙击手，他还一个狙击手，赶快把他狙击手打掉。哎，打掉以后整死他的狙击手，对吧？然后全部造辐射兵，造防空车就行了。坦克就躲在家里，他光临过来，我裤子一脱，烫他一下，看到没有？
这光临跟辐射相互克制的，光临射程远，但是他被我烫了一下，对吧？烫了一下就冒烟，他又打我裤子又一脱，你看又烫死了，又冒烟了。哎，你打我一下，你就烫冒烟，然后他还是这个幻影啊，还是幻影有什么用？你这个蓝色没钱呢，受不了了，直接投降，只剩下个小绿了。你看这辐射兵多恶心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辐射兵啊，就是光临幻影的克星啊。有些粉丝呢特别喜欢这个高科技坦克，对吧？这个幻影光临，所以说幻影光临啊，只有打那种钱多多的地图就比较厉害，非常非常有钱、无限钱的地图就比较厉害。像这个正规的一点的地图呢，还是灰熊坦克跟犀牛坦克才是王道啊。哎，你造这么多幻影又没用，我四个辐射兵就把你守在家里不敢出来，对吧？然后他去打我家，想跟我换家，我们都不需要跟他换家，直接把辐射派回去就行了。坦克就打他家，家里根本不需要防守，家里全部造辐射，然后这边就拆他家，他只能用飞机炸，用飞机炸我有防空呀，防空把你飞机打下来，四个防空就保护这三个辐射就行了。然后坦克就顾着去拆他家，家里不用管，你过来我就一烫，看到没有？一烫就把他烫死了。他这个脆皮坦克特别害怕辐射，然后他守不住了，对吧？坦克送光了。送光了以后呢，然后我打电厂，他没有电了，就守不住了啊，直接受不了投降了，对吧？